国外一名飞行伞玩家顺着山坡草地大玩极速飞行，并且用运动摄影机拍下了全程，画面也让人感觉身临其境。新闻最后带您快来看看，同时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我是舒凯文，祝您顺心平安，我们再会。 欢迎收看国际财经脉动，给您不一样的财经资讯。我舒凯文，美洲贸易战冲击利空钝化，美股收高，周三雅股普遍续扬，台股早盘由台积电等电晶全指股。 网络上疯传了一段人气影片，一只拉布拉多幼犬把家中的弹簧门挡当成是假想敌，相当的激动，带您快来看看。感谢您收看国际财经脉动，我是舒凯文，我们再会。